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骑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第1100集的 Part 2。这一集的话呢，跟大家做这一款是一款编号为 IW05 号的，这个名字的英文翻译呢，应该叫做先锋、先驱或者是开拓者，跟这个 Pride 的话呢，意思是还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那么这一款所谓的一个开拓者呢，他是拿了领袖之证的Artemis Prime 做形象，然后去生产制造的一款拼装，这个拼装模型，也就是说呢，它是不能够变形，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特别花时间去组装，因为它 95% 以上的部件呢，在你收到的时候呢，在盒子内部呢，就已经完成拼装了。那我们花一点时间讲一下，包装盒很有意思，这是领袖之证 OP 正面的一个胸口。背后的话呢，则是它背后的一个烟囱的一个造型，对不对？是完全一致的。包装盒呢，算是喜欢了啊，就也是比较简约一点点，然后硬度也很够。里头的保护措施呢，是这个透明的炮壳。那么这一款的话，因为它本身是一个拼装模型，因此这个保护措施呢，是必须要做得非常的好的。那我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一下领袖之证这个作品。领袖之证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动画，没有之一啊，因为我是电影落坑，然后呢，在2011年电影第三集呢结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 Michael Bay 已经说他不打算再拍这个变形金刚，而当时也没有拍第四集的预告，什么通通都没有，我都以为真人电影可能就这么样就结束了。那在那一年的年底，领袖之证这个动画片呢就播出了，而且台湾播出的时间非常的快，几乎是跟这个欧美好像差不多时间就播出。那非常幸运，就是说这部动画呢在台湾当时有一个字幕组呢做了非常快速的翻译，让我们有机会就几乎可以说领袖之证的这个中文字幕呢大大的协助了这部动画进到我们变形金刚迷电影档里头的一个世界里头，然后很成功的把这个电影所带来的热潮呢延续了下来，之后一直到了第四集有一个接轨，所以电影三跟四中间的变形金刚的这个至少在台湾的这个迷友的这种热炒热的这个气氛来讲的话呢是完全没有下降的。那我大概讲一下里头，这种动画片一共分成三季，那玩具也分成三个阶段，这个是所谓的一个 first edition，这个时代的玩具呢目前可以说是备受神物化，都走一个一个都走上神坛了。那第二季的话 Robots in the Sky 这个系列的话呢就开始有一些走下坡的一个状况，到了第三季的这个 Beast Hunters 的话呢那个这些玩具可能到现在有些还卖不出去，那各有其背后的原因啦，那我们这一集的话也不讲的太多。那以这一款这个开拓者的话呢，他的一个形象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的还原动画里头的一个身材比例，而以玩具来讲的话呢是以 First Edition 版的 Voyager Class 的这个 OP 呢跟他应该是说这个最还原动画，那这个的话呢是以动画的形象作为一个主打，所以这两个的一个体型呢会最为的接近。从盒里取出的时候呢是两把枪直接安置在手臂上的形态，那么以变形金刚领袖之证的动画里头呢，博派的金刚们大部分的武器呢都是直接从手上变出来的，并非是另外再做一个拿取，所以这个 OP 的话呢我是不太记得在动画片里头它是不是有两手同时变成枪啊，两手变成刀好像也很少，一般都是只有单手而已。那取下的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就是直接的把它给稍微旋转一下就给扭下来了啊，它是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插孔的方式做一个安装的。那我不得不提一下，其实这个枪本身的造型还原度来讲还行，但是这个家伙身上的红色、蓝色、银色跟铁灰色大概这四种的漆面里头
以这种银漆的涂装表现的综合水准，我觉得是最弱的一款。我用一个形容吧，有点像是铁工厂玩具的玩，铁工厂的产品上银漆的感觉。这样应该，说抽象吗？还是怎么样？还是很中肯的一个感觉。就这个银漆的部分的感觉，并不是非常的精致啊，稍微有跟我期待是有一点点的落差的。那正面来讲的话，是一个蓝色的涂装啊，并没有一个发光的装置，那本身也没有合金的部件，那安插非常简单，从这个地方扣上去就行了。两把枪的造型呢是一样的。那另外的话，我们就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双刀的部分。双刀的造型的话呢，两侧造型有做出不太一样，因为它是两手，这个刀刃的位置呢不太一样。那安插的方法呢，一样是从这个地方给扣上去。我们的话呢，就扣一边给大家做一个观看好了，扣上去，从这个地方相对应边，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这个空间，让我们把这个武器给扣上。那至于这 OP 的刀的话呢，到底握持的时候是这一边朝这边还是朝这边？这个好像至今的话吧，官方的玩具好像这个刀柄的握法，大家也是说法各个都不太一样。再来看到是它的一个替换的头雕，这个呢是一个漏嘴的版本。如果从侧边看，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OP 怎么没有鼻子，其实动画片里头它就是没有鼻子，甚至可以说领袖之证里头的角色都是没有鼻子的，从侧边来看每个都是平的。那以这个家伙的这个面，那以这个面雕来看的话呢，其实做的有像，但是这个蓝漆的部分啊，在这个地带啊，有一些小小没涂到或者一些小溢漆的状况还是有的。蓝漆的表现水准呢比银漆的话呢要好一点点。那么呢这个替换的话也是非常的简单，从这个地方做一个拔插就行了。我们的话呢就把这个戴着头盔的这个呢给拿下来，也拉近给各位看一下啊，是戴上面罩之后的一个样子。其实它这个眉毛的话是几乎就是仿真人的一个眉毛啊，其实变形金刚这个做到这么像真人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因为我比较喜欢人脸的机器人，对不对？后方正面再来我们要聊到星辰剑的部分，刀的一个长度的话呢比它的一个本体的高度还要再大一点点。那它的一个做工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算一般，并没有说特别的精致。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透明件来看，你看很多应该是叫做这个叫膛口嘛，就是这个圆形的这些部件其实还蛮不少的。那它这个其实是两块的部件，上跟下，这里是一个部件，上下是分开的，这个地方你稍微去掰一下的话可以感觉得出来。那这里呢有一个黄色的这个涂装的部分，它的话呢感觉似乎没有把这个黄色的漆啊完全压过它原本的塑胶色，所以这个黄呢这个时候就会变成所谓的柠檬黄。然后它这个部件是稍微偏软一点点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偏软是没什么不好，因为这个如果是硬的话呢，可能以这么薄的一个塑胶的话呢怕会有一个断裂，不如像有点延展性，其实也是我是觉得可以接受了哦。然后武器的一个握柄非常的长，那么呢你呢可以看到另外一把是属于一个银色的一个涂装，那造型是一样。然后你会发现为什么这里有一根手掌握在上面，这个呢如果你拿到的时候呢千万这个手掌它直接是粘死在上面的，它原本就设计是这一个拳头就是握的这个柄的。那如果呢你想要换武器的话，其实你就直接把它给整个拔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把这个地方给做一个替换啊，其实两把剑是可以做一个替换的，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一把剑就会是一个空心的。如果你想要这个握哪一把或者是想把哪一把背在后面，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做一个替换。那如果你单纯是想要握这一把剑的话呢也是可以的，它的一个另外呢还有附一个拳头，中间有个洞的这个造型，那你要握的话是很简单，从后面这里就可以了啊，从后面这个地方把它给握进去，然后这个地方再扣上去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可以在另外一只手臂的话你要握剑就是可以这样子握了。那呢这个先暂时将它给取下来，我们的这个配件里头呢有一样的，这个是让我们把武器呢给背在身后的，这个组合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了、其实呢就是这样子，有一个凸跟一个圈，这个部分从这里呢有一个圈，从这个地方上面这里有个洞，这里上面这个洞，这个
穿过去，然后另外一侧就有两个凸，然后呢再把这个部件的话呢给挂。那挂的时候呢，因为它是从这里由上往下勾下去，所以你这个缺口要朝下，好，稍微的去捏紧一下。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挂钩，这个挂钩呢就可以安插在人形的一个背后，它的背后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空间的，让我们的话呢从这个地方轻轻的一放，这个兵器的话呢就会刚好的挂在背后。而这个长度的话，虽然刚刚提过本身刀刃的一个长度呢高过本体，但是因为它稍微斜个角度又往上背一些些，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是不会碰到地面的。而这一次配件量最多的就是这些可动手，我们也一一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首先是这个两手摊开的掌形呢，它呢是有一对，那么呢这个掌形的话呢，我是觉得手指稍微的去偏细了一点点，导致于说呢，如果你在把玩的时候呢，你认真去看呢，其实它这个连接处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小哦，非常的窄，所以你在玩的时候呢小心不要手指头就这样 去推到它，你要去推到它的话呢，我认为是有断裂的可能性的，在这方面的话请各位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而且呢这个掌形的话呢，在安装上去之后呢，安装上去它也是扣上去，那因为呢它这个本身的一个接缝呢是稍微有点偏紧的话，所以呢你再把它拿下的时候呢，我的做法呢都会以旋转的方式呢这样子把它给慢慢的给转下来，是比较安全的一个转法。那握的时候呢请尽量捏住它的手掌，不要去碰它的手指，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另外呢还有一个手指向前面伸指出去的一个 OK 一个比出一的这个动作，这个的话呢也是有一对。那相同的情况，这一单独的这一根手指呢，请尽量的话就不要去推到它，不要去指到它。那这手掌也好，或是这个手指也好呢，都有这个指头太细的一个疑虑。那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拳头，拳头的话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个人的话是最喜欢给它装上这个拳头的啊，因为最安全，这个地方轻松的转上去就可以了啊。两手的话呢我都习惯给它用上一个拳头上去。那么呢这个就是掌形、指形、拳头形以及这个握持武器的这个插孔，所以它的一个替换手一共有八个。我直接拿出呢我的两款不可变形的拼装模型的 OP 呢跟这款 IW05 做对比，这个是官方的 DMK03， 这个是问题不大工作室的 Prime2.0。 那你可以发现其实他们三个的身高差不多，都非常的接近，这款 IW05 稍微高一点点。那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腰部是偏细的机器人，可是呢今天的这一款会特别的细，很还原领袖之证动画里头的 OP 的形象。而我们要讲哦，其实领袖之证的动画里的 OP 是衔接电影前三集这种胸口宽然后腰部细倒三角的形象，这个家伙到这个动画片里头的就把它更加的夸张化，让它该大的地方更大，该细的地方就更细。这个呢因为它的造型呢非常去迁就到动画片里头的一个样子，所以身上呢有几处的地方呢实在是部件会稍微的小小有点脆弱，像胸口的这一块部件呢你可以看到这是透明的部件，然后呢它的一个结合的一个位置呢是靠两个凸从这地方扣下去，那这两块的这个车型下的这个后照镜这个部分呢他们自己呢都还附带了另外一张这个提醒你要小心容易断裂的这个考讯给你。但是我觉得的话这两面其实问题也还好，并不是非常的大，我反而觉得呢是在这个变形不对，这个头部在转动的时候呢，这些天线啊这几个地方还有这一块部件哦，我反而觉得呢承受的力度呢会比较大，因为你可能会去推到它，因为这块部件你比较少去推到这里啦。那另外有一个我觉得承受压力最大的地方其实是它的这个裆部两侧这两块蓝色的部件啊，因为呢它这个地方的连接感呢并不是非常的大。其实呢我们正常为什么说它很危险，是我们去拿玩具的时候呢正常你会去揪住它那个腰，那你提的时候你可能提到单独侧边这里，变成说这一块蓝色部件它的连接感呢会承受全身的重量，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是在把玩的时候呢要去特别去小心的。那我们各位看一下它背后的造型，然后你看到这个红色，它全身上下呢红色的金属涂装是最漂亮的，
然后再来是所谓的一个蓝色，再来是铁灰色，然后银漆的部分呢，感觉就是算是比较没那么理想的。后面这个烟囱的话呢，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固定的卡扣，所以它两个角度的话呢，会随你的一个调整去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变换。那可动的话呢，稍微跟各位提一下，整体来说呢，能动的地方也差不多都能动了了啊。头部的话是一个球形关节往上看，角度呢稍微有限啊，我也不建议你太用力去扯，往下看低头看还是有的。而且它这一款胸口这个透明的这个灰色亚克力件呢很漂亮，你从这地方看，你还可以透过来可以看到 OP 的一个脸，我蛮喜欢这种感觉的。一般我们这个玩具的话呢，低头的时候有时候 OP 会被自己的胸肌给挡住，但这一款的话呢，这种感觉就相当的有立体感。胸口的一个层次感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两侧有一个巨型的一个胸肌的感觉。那这里呢有一个前后，你看到这个地方前后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落差，它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可以低下去的一个关节，在这个地方前后还可以稍微动一点点，但掰的时候还是小心一点啊，因为毕竟是一个拼装模型。手臂的话呢，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但是这一块部件跟后面的部件稍微有点干涉，去动一下调整一下，这一块部件本身也可以动。这里的话呢还可以做上下做一个调整，手臂平举的时候呢必须要把这个肩胛的部分呢给挑起来，手臂的话平举的话呢完全平举是没有问题的，二头肌的旋转呢也没有问题，在手肘的一个正上方处，手肘最大弯到约90度而已，拳头因为可以替换当然是可以转动的了，握武器的话呢转动当然也是没有问题，腰的话呢旋转的话呢是在这个地方啊，可以做一个旋转。那一样啊，请小心蓝色部件啊，这个握的时候呢是建议是抵住前面跟后面的臀部啊，这个蓝色部件还是尽量少去推到它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前后踢没有问题，那一样蓝色部件呢在这个整个啊，估计称它为裙甲吧，还是会承受到一点的一个这个阻碍。然后脚的话前后踢，膝盖的话呢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关节在这里，然后这一代的一个部件呢比较容易去碰掉，因为它这一代呢有一些比较立体感突出的一个位置，手去压的话呢这个地方呢内部的一个零件是有可能会掉出来，但是只要再压上去就可以了。然后在这个地方脚踝这个地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节，脚踝的话往内外稍微可以动一点点。那么轮胎的话呢其实应该是算也是可以转，那你这样是可以转，但是你再转的话它会把它转下来这个应该本身是一个还是一句话还是一个拼装部件，这样把它给扣上去 OK。 然后这个轮胎的话这个软胶哦，是一个软胶部件，稍微去摸一下你就可以发现到了 OK 这个地方，但是呢不建议你把它拔下来，不建议你把它拔下来，因为呢它扣的非常的紧，你看到没有，我曾经试过把它扭下来，但是实在太困难了，还是建议还是不要好了。另外呢胸口以上呢这一带的一个细节也拉近一点距离要给大家看一下 OK。 这个可能是它这个玩具呢全身上下细节做的最多的地方，然后后面呢还有两个轮胎夹在这里啊，所以它的一个轮胎等于是有1、2、3一共是有6对的一个轮胎，但是呢这个两个轮胎的话呢我是转不动了 OK， 好像是碾死的，就不要特别去做一个尝试了。那最后的话呢我稍微总结一下这一款 iRoyalia 推出的领袖之证 First Edition Artemis Prime 的拼装模型，它主要的缺点我觉得地方有三个。第一个是它那个手掌造型，手掌的手指的根部呢我觉得都做的比较细一点，虽然说我没有把它弄坏，可是呢在我做一个手掌替换的时候，在旋转下来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本身旋转插入的这个紧实度比较高，在转动的时候呢请各位务必小心避开手指根部的一个 touch。 第二个是它的一个武器，它武器的刀刃上面汤口的部分呢稍微的明显一点，因为呢武器呢大家一定会追着这个星辰剑来打，这个的话呢一定要特别跟各位讲到说会上面有这些汤口的部分，以及它的这个黄色的这个地方这个涂装呢没有压上去，武器的一个包括这个后面的这个金属的一个质感呢也没有特别去做出来，可以说武器的话算是它比较大的一个缺点的集中，几乎都是在这个兵器上面啊。第三个只是它的一个头雕的部分，以我手上这一款的话呢我觉得它的这个蓝色的这个金属漆呢在这个面雕上面呢稍稍的有一点溢漆的状况，稍微有一点点的小严重，那但是也没有说非常的要命啊，只是我个人的话呢对于露脸的这个部分呢我会要求比较大。
那其他的话呢，以身形的比例来讲，可以说是极高程度的还原。红色的金属漆，蓝色的金属漆呢，真的很漂亮。整个样子呢，光打下去之后呢，很接近于领袖之证里头它动画的形象。这种感觉呢，就像 MP43 的霸王龙。我说呢，它虽然不是非常非常的精美，可是它非常像当年动画片里头的样子。而这一款 IW05 它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光泽度，那种质感，那种样子形象呢，就极像极像，99%像到了领袖之证动画片里头 OP 在动画片里头画面的那个样子，真的做得非常的像啊。以我这么喜欢看领袖之证的人来说，我都会觉得这个还原度来讲可以说是给到95分以上了啊。但是就是这个不能变形，这一点一定要跟各位再提一下。今天的话呢，就拿这一款我非常喜欢的这个领袖之证的一个玩具呢，来做我1100集的 Part 2。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拜拜。